别开玩笑了，我很认真。你到底想干嘛？你知道，如果我是女的，刚才泡温泉的时候，你对我的举动就是性骚扰。所以，如果你是男的的话，就不算性骚扰了吗？小丽晨，你不要开玩笑哦！我没有开玩笑。你刚才不是问我为什么躲你？我躲你，是因为一直想起那天晚上的你。一直忘不了你现在激情里的样子。我还梦到你跟我说你愿意当零。怎么了？他说爱我。立晨这么直接啊？你怎么知道是立晨？他跟我说过，他喜欢你，想追你啊。感情的事情，我也不好说些什么。不过，如果你不喜欢的话，可以直接拒绝，跟立晨讲清楚。我想，他也不会强人所难。彤彤呢？你出手太快太猛，吓到他了啦。我只是亲了他一下，舔了他一下，跟他告白，其他什么都没做。这还叫什么都没做？小鬼，这个猛药是不是下太凶了？确实没有手下留情。我是说，他现在这个反应是 OK 还是不 OK 啊？他害羞到不敢见你，那就 OK。Yes。你不要误导他，木人不是害羞。他需要时间思考一下，也许他在想要怎么拒绝你啊。小叶，你不要因为现在自己很幸福就诅咒我啊！不要乱碰我的，你的，我靠！小叶，你先不要答应他，不然以后我连看你一眼都不行。走开了你！我怎样？你不能碰是不是啊？就是不能碰！我每天跟小叶住在一起，我想怎么碰怎么碰，搞屁事！你操！不能碰，碰，走开！爱我？怎么会？我要跟你说的是，我在搞什么？他只是朋友，我被影响了，我被影响了，不能这样子，不能被牵着鼻子走。
我一定是太久没有交女朋友了。对，我喜欢女人，我还喜欢女人。喂，我是藤无人，好久不见。明天晚上你有空吗？那个，下午才刚旅游回来，你不要玩太晚，明天还要上班。跟女孩子约会一点都不会累啊，不过我会注意时间，如果时间太晚，我就不回来了。你们不用等我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我不知道。我知道他不讨厌我，但是我也不确定他喜不喜欢我。如果他选择的不是我，而是其他男人的话，我一定直接动手去抢。但是，我又不能阻止他去喜欢你们，所以。放弃了，小叶，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要放弃。干嘛买这么多啤酒？我们三个人好久没有好好聊天了，今天就来喝个痛快吧。明天还要上班呢，这一点也不像你。是不是听到什么留言，在替我们担心？没有啊，什么留言？没有什么留言啊。谢了，谢。西施。我出门了。你今天也要出去哦？是啊，我跟 Gail 约好了。可是我买了三人份的热炒哎。你们两个慢慢吃吧，要是我早点回来再加入你们。木人，等一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要说什么？对不起，我道歉不是因为向你告白，而是我的告白对你造成的困扰，让你不自在，让你现在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出门去跟 Gail 约会，减少跟我相处的时间，我对你很不好意思。我想过了，你跟小叶说的没错，我不想连朋友都做不成，所以就到此为止。所以你的意思是你不喜欢我了？不是，我还是喜欢你，只不过放弃了。你后悔告白了？有一点，反正我还是想继续当好朋友、好兄弟。总之，你就当作我前阵子脑子有病。反正你也常这样骂我，以后我们该干嘛干嘛，把酒言欢，友情不变。
我跟 Gary 约好时间了，临时放鸽子不太好。去吧。Gary 是个好女人，当初我介绍她给你认识，就是觉得你们一定聊得来。真的放弃了？坚持下去也没有意义，我又不是女人，总不能逼她接受我吧。没事的，男人的气概就像海绵一样，挤一挤还是有的。今天晚上你就陪我借酒消愁，致敬我的失恋，痛快的喝一碗。夕阳依旧那么美丽，明天还是好天气。干杯。他居然要等三个月，我后来就决定马上就不买了，谁知道是不是诈骗啊，对不对？回神咯。你做得很对，现在诈骗那么多，你要小心一点。不讲话很无聊吗？一整路你都很安静，很像心事重重的样子。是不是每天跟我约会觉得腻了？没有，你是一个很好聊天的朋友。只是朋友。Girl， 我之前说想要追你，想要多相处，了解彼此。我说谎了，对不起。其实我对你没有感觉。我是为了证明我还喜欢女人，才会约你出来的。所以你不喜欢女人吗？没有，我喜欢女人，我交过女朋友，我只是最近有点乱。是不是跟历程有关系？你怎么会知道？女人的第六感都很敏锐啊。每次聊天的时候，最感兴趣的话题就是历程。但是第一次约会的时候，我约你来我家，问你要不要看历程大学时期的照片，你就拒绝我。我只是一直不高兴。我知道很多你不知道历程，你对我有敌意。没有敌意，不是。那就是排斥喽。没想到像我这样的美女也会被男人排斥。没关系啊，反正我也没有很喜欢你。真的很对不起，浪费你的时间。小兵啊，原谅你啦。你以后不要再拿女人来逃避问题，长那么帅，不要当渣男。我知道了。但是对象是历程，
你是日子过得太顺遂，想要找气受吗？他除了长得帅一点，身材好一点之外，他其实缺点一大堆。我觉得你要好好想清楚。我觉得信师说你昨天晚上喝很多，是啦。哎呦，哇！我昨天晚上太晚回来，没有跟你们喝到。那不然，今天中午请吃饭。可是，我今天和美芳跟王姐有约了。哦。好，那下次吧。那这礼拜五晚上我们来开 party。好啊，我们三个好久没有一起狂欢了。来个不醉不回房。喝这么多对身体不太好吗？那就小酌聊天微醺就好。 OK， 没问题。萧经理跟你们设计部门的美芳在一起哦？对啊，就他缠着我们萧经理不放。真的假的啊？真的啊，有人亲耳听见他苦求萧经理不要分手，最后还抱着不放，有够厚脸皮的。看不出他这么大胆哎。你才知道他其实超嚣张的。谣言止于智者，办公室的流言蜚语还是少讲一点比较好。才不是流言蜚语呢，是真的，我有照片看。就凭两张照片看图说故事，这是千真万确。你跟当事人求证了吗？那我先回办公室了。你也是女人，这种流言对女孩子杀伤力不小，希望你以后慎言。我不希望有人因为个人因素去破坏设计部与业务部的感情。下次再被我听到，我在一楼大厅等你。今天去买三宝饭。好啊，我刚进电梯，马上就下去。你上次讲那部剧，我后来去看了。真的？对啊。那你最喜欢哪个片段？我最喜欢他们两个一起在家里做早餐的那个片段。对，而且他们两个还一起接荷包蛋。我觉得如果有一个人能够跟你一起做早餐、做午餐、做晚餐的话，那哦，超浪漫。对，浪漫。没想到只是晚了五分钟就等这么久。这家港式烧腊店本来就比较多人买。最近课也比较重，短时间没办法去找你。谢谢。没关系，等过一阵子你功课比较不忙的时候我们再见面。怎么了？没有啊，我刚在等你的时候看到立成跟美芳一起去吃饭，但没有看到王姐跟他们一起。王姐哦？王姐今天临时请假，好像小孩身体不太舒服。哦，这样啊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只是突然想到，立成说他喜欢我，那美芳呢？他还喜欢美芳吗？你怎么会突然这样问？我看他们好像很要好的感觉，有没有可能？牧人，立成的个性你也是了解的，他不是花心三心二意的男人，他虽然有时候比较迟钝。大家确定心意之后，就勇往直前。
就算失败了，他也不会死缠烂打。我知道，我不是说他花心，我只是想，他说放弃我了，有没有可能继续追美芳？他如果继续追美芳，那也是他的选择。也是。明天放假，喝到倒也不用怕宿醉。那天难受啊。真的，以后不要在隔天要上班的时候喝酒。哇，你要开你珍藏的红酒给我们喝啊？哇，今天是吹什么风啊？以前要你拿出来跟我分享，你还说我不够资格。我是看在信师的份上才打开的。那个，晚一点我有话想跟你聊。说什么？现在说也可以啊。哎呦，牧人应该是有悄悄话要跟你说，你不想听啊？听，当然听，认真听。那可以把最贵的那一瓶拿出来吗？最贵的那一瓶你还没有资格喝。兄弟们，美芳问我有没有空，她有个朋友需要帮忙，我过去一下。有没有严重？要不要跟你一起去？不用了，我去处理就好，晚点回来。哎，对了，那个红酒不要喝完啊，留一点给我。那就看你回来的速度咯。马上回来，走了。红酒一接触到空气就会开始氧化，我们还是等他回来再开吧。嗯，当然没问题。赶紧吃吧。要不要打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来？不用，反正菜还没吃完。立晨刚回我，叫我们不要等他了。那就不等了。
们把红酒喝光，一滴都不要留给他。对不起，吵醒你了。你现在才回来啊？美芳她朋友应该算失恋吧，我们陪她一整晚。算是失恋，什么意思？说来话长，晚点再跟你说。我们安慰到天亮，没睡几个小时，现在超困的，去补眠了。你洗过澡啊？是啊。中途困得不行，就去洗个澡提个神。说实在的，你鼻子真的很灵啊。是饭店沐浴露的香味。一包。刚我爸妈也喜欢吃，哎，我去那边看一下、哦。好、啊，他们喜欢的话，刚好带回去给他们。嗯。家里还缺什么啊？牙膏。牙膏还有。牙膏还有的话，那啊，保健食品，你可以买善存啊，这个名字吉利，老人可以吃，你也可以吃，你老是熬夜。善存，这里，成人的。永杰读医学系，最近也很累。我传讯息给他，他都半夜才回我，应该是天天都在熬夜。讲到他，那个小鬼好像很久没来串门子了。嗯，所以我今天回家看看，搞不好就住在家里不回来了。想弟弟哦。他是我家人，我当然会想啊。以前也没见你这么想啊，还打算回家住个两天一夜啊。以前就放在心里啊，现在就都一样了。好啦，你说的都算。他在干嘛？昨天你没回来，他好像有点不开心，自己一个人把红酒全喝完，全部一滴不剩啊。是小叶，你怎么不帮我留一点？我又不太能喝酒，都他自己喝掉的。所以他现在是在生气啊？不对啊，看他这个反应也不是不开心啊。如果他真的生气哦，他的眼神会一起盯着你，然后把你冻死。他好像也不是在生气，但。就有点不开心，有什么好不开心的？啊，我知道了。昨天晚上他不是说有话跟我说吗？结果一整晚没回来。对啦，你赶紧去看他要跟你说什么。好。不是这种香味，那个味道有点廉价，就像饭店和旅馆洗的澡。但他不是去找美芳和他的朋友吗？玫瑰口味，你不是不喜欢这么浓郁的味道吗？你喜欢的是柚子味。就偶尔想改变一下啊。对了，
今天早上我在你身上闻到那股沐浴的香味，还不错哎。知道是什么牌子吗？我没注意是什么牌子哎，有什么就用什么。哎，对了，你昨天晚上不是有话跟我说吗？是什么？这里不是聊天的好地方。这里也是，不然回家说吧。今天晚上小叶不在家，可以好好聊一下。嗯，走吧，小叶应该买完了。滕经理，我没有传播谣言，他们真的在一起，还去开房间。小叶，买完了吗？公司群组的影片，你有看到吗？什么影片？你跟美方被拍了。哈？谁这么无聊拍这个？昨天晚上，你真的跟美方去开房间啊？当然不是啊，是美方他的朋友住在这间饭店，我们去找他，结果他外出了，把房卡留在柜台。先不跟你解释，我打给他。喂，美方。对，我看到了。好，你先冷静下来，我去找你。待会见。之前已经有不利美方的谣言传出来，你要小心处理啊。好，知道了，先走了。牧人，牧人呢？你先去吧，我再帮你跟他讲。交给你了。许少芬真的很过分哎，直接传在公司群组，分明就是要我死。本宫是不会屈服的。本宫啊，你是宫斗剧看太多了吧？不是，反正我之前就跟他吵架，然后他就到处说什么我纠缠你，还拿照片佐证，甚至有副白目。怎么了？我是在想，他有这么大的本事可以整天跟踪你，拍到我们的影片。我也觉得很奇怪啊，他怎么知道我的行程？他整天盯着我，这么闲哦？还是他在我身上装定位器？这件事情得好好查一查，肯定是有人在恶意攻击。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办？要赶快澄清才行啊。现在多说多错，不需要解释。毕竟我们被拍到是血淋淋的事实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假装在一起。不行。你干嘛？假装跟我在一起而已，不用这么激动吧。你忘记滕经理了，你们现在才好那么一点点恢复友情了，然后你现在要说你跟我在一起，他如果真的误会，你们就没机会了。我早就没机会了，他只愿意跟我当朋友。可是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件事很有问题，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先厘清敌人是谁。那你有办法吗？我想我有个学弟可以帮忙。我在这里，你少自作多情！我自作多情，你确定？要是你觉得我恶心的话，你早就给我一拳。
不想连朋友都做不成，所以就到此为止。这都你喝的？怎么喝这么多？不开心啊？没有不开心，是很开心。来，要替你庆祝。你酒味已经很重了，不要再喝了。要喝。你看，这是你最想喝的那一瓶哦。最贵的哦，好，改天再喝。今天喝，要恭喜你，终于跟刘美芳两情相悦，在一起了。你不要乱说啦，你是看到公司里的影片对不对？你误会了，其实那不是。不要骗我，我想通了，我可以祝福你，因为是我拒绝了你，所以你放弃了我。继续去追美芳，喜欢美芳，不喜欢我了。我明白，真的明白。我不是不喜欢你。先不要讲，听我讲。你那一天突然跟我告白，我吓到了。我不理你，是因为我不敢理你。我不知道怎么办。我还骗了 Gail。 你骗他什么？我说我要追他，可是我根本就不喜欢他。他邀我去他家，我没有去。可是我又不想太早回来面对你，我又在外面晃，晃到三点才回家。等等，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你其实也有一点点喜欢我。我第一次骗人，我从来不说谎的，还被揍了一句。他揍你，我叫他跟你道歉。对不起。你干嘛说对不起啊？你又没错，是我错了。是我太晚喜欢你了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不会来不及啊，一切都还不晚。不行，你已经跟刘美芳开房间，不可以脚踏两条船。而且我不想要当小三。你怎么会是小三嘛？我跟刘美芳吃饭，很开心的吃饭，还抱在一起，我每天都看在眼里。你他已经跟你说美芳，这样子。
你睡好久，都中午了。头痛不痛？饿吗？那煮面给你吃。乖呀、啊，你该不会忘记昨天说的话了吧？忘了？没忘了。有没有感受到万众瞩目啊？如果是男女朋友去开房间，那就是办公室恋情；如果不是男女朋友，那就是约炮。你跟肖经理是哪一种啊？两个都不是，我跟他只是去找我的朋友。编理由也有点诚意好不好？事实就是事实，坦白说出来已经很有诚意了。信司还没来。总监他今天请假，他有交代我下午替他去开会。我郑重的跟各位澄清，我跟美方确实有去饭店，但是是去找他的朋友。我倒是比较想要知道你是怎么拿到影片的。就有人寄给我的。谁啊？信司没有接电话，可能在忙吧。你传讯息给他，他看他会回的。你还没告诉我是谁寄影片给你的？是谁寄给我的？我不知道。肖经理，你这样子质疑我也太奇怪了。如果你跟美方坦荡荡的话，何必在意那段影片是谁寄的？肖经理，你要是想护着美方，就干脆承认你们在交往啊。当然不行啊！我现在啊是有另外一半的男人，我追影片不是为了保护美方，是为了让我的另外一半适宜，怕他不高兴。肖经理，你有女朋友啦？不是女朋友，是男朋友。肖经理，你干嘛为了美方说这种谎啊？哎啊！我干嘛说谎啊？烦死了！谣言止于智者，老是说不听，以后就算有影片也要小心求证之后再公布，就像这张铁铮铮的事实。等一下我会光明正大发到群组里。走了。哦，好，拜拜。工作了，总监今天请假，专心工作啊！你都不担心信司吗？
小叶她是大人了，偶尔请个假没什么啊。可是以往她都会跟我们打声招呼，这一次什么都没有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你担心的话，我们下班可以去找她。干嘛一直笑？有啊，牙齿都露出来，开心嘛。等等，你刚才好 man 啊，直接就公开了。不高兴啊？后悔了？不是。那是怎么样？那段影片里，你跟美方是真的去饭店。跟我来。你是不是还觉得我喜欢美芳？也没有啦。等等，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，有什么话都要讲出来，不要隐瞒或猜疑。只要你问我，我绝对据实以告，不会欺骗你。所以不要放在心里，好不好？我上次问你，你回答我说来话长，晚一点会跟我说，但一直都没有说你跟美芳那个晚上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对不起，我一直忘记跟你说了。你也知道美芳是腐女，所以她有一大群朋友都是腐女，在她相信我喜欢你开始，就把他们介绍给我，所以大家挺熟的。这一次啊，是一个叫小云的女孩子为了 CP 难过。CP， 就是他喜欢的一部 BL 剧，那对 CP 其中一个死掉了，他没有办法接受，所以北上散心找朋友安慰，美方就找我过去啊。那你去那边可以干嘛？那个时候我在你这里惨遭滑铁卢啊，所以我用同样悲戚的心情安慰他，我们陪了他一整个晚上，他的心情啊终于好了一点。可是你还在饭店洗澡。放心，我另外开了一间房间，还有账单呢，回家拿给你看。我喜欢你，可是下定决心的，不可能放手，所以你要答应我，你也不可以随便抛弃我。你胡说什么？对了，刚才你们讲影片的事，你认为有人故意在针对你或美方？美方才刚进公司，所以应该是针对我。针对你？担心我？我不会让他得逞的。我已经找了雪莉帮忙，只要把寄影片的信箱地址找来给他，很快就可以找出是谁，然后把他找出来，狠狠教训一顿。我也可以帮忙。你也可以帮忙？好啊，到时候需要你的时候跟你说。啊，对了，刚刚你拍的照片啊，你要光明正大的传进群组里。我收藏。学长，我想，抱歉，这么临时找你出来。喂喂喂，别这么说。哦，你给我的信箱跟影片我已经开始调查，再给我一点时间。我就知道找你没错，谢啦。小事小事，谢。来，今天我请客，尽量喝。哦，你跟你男朋友交往很久了？八年了吧。那我有个问题想问你，你是一还是零？我不知道探你隐私啊，我是有些疑问。如果你是一的话最好，如果不是，改天遇到你男朋友我再请教他。不是，虽然我不是很懂你的意思，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个？因为我交男朋友了。你交男朋友干嘛？我不能交男朋友啊。不是啊，我印象中你女朋友一个换一个，没发现你对男人有兴趣。
我不是对男人有兴趣，我是只对他有兴趣，这是不一样的。看来你也遇到真心喜欢的人。好了，不要逃避问题，你是一还是零？一。那我问你啊，你们是怎么沟通的？其实也没有特别沟通，就是气氛到了，然后就。信司，怎么了？你怎么又没回讯息？对不起啦，让你们担心了。我出了一点事情，得整理一下心情，所以才没联络你们。出事？你爸发现你是同志了？嗯，我坦诚了。真勇敢。那你爸呢？你爸说什么？他能接受吗？他算是接受了，而且他要我搬回家住。你要搬走了？对啊。说实话，我一直很想搬回家跟家人住在一起。最让我担心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而且结局是好的，我真的很幸运。你能搬回家是好事了，可是只剩下我跟立成，感觉有点寂寞。牧人，立成哦，他是真心的。我知道，你不用说，我们已经在一起了。你说的在一起，是我理解的那种在一起吗？嗯。什么时候？我想听。就是啊，那天晚上我不是喝醉吗？然后你还喝酒？今天谢谢你陪我来。谢什么啊？这客户斡旋了好久，终于谈下来了。恭喜你啊！哦，这样子业务组的业绩哦，又要一飞冲天了。不过我觉得换个角度想，我应该就是你的幸运星。哈哈，你看那个。生气吗？开玩笑的吗？下次
今年我们叶二的业绩突破1000万。哇！辛苦了，辛苦了。Zoe 还是我们叶二第一名，大家多多向他学习啊。不愧是学姐。Zoe 继续保持。谢谢经理。经理。是。我终于知道不能赢过另一半是什么意思了。谢谢经理。那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？当然是对的。孺子可教，我决定今年年终再加码5%。哇！谢谢经理。来，各位，我知道这个月大家已经很辛苦，所以经理，我决定今天中午请大家吃米其林。哇！米其林，吃好吃饱，继续能量。好，再战下个月，发力！邵经理，我们也想去。好啊。腾腾的组员就是我的组员，大家一起。耶！我输了，你打败我了。你要安慰我。我看你和你们组很愉快，气氛很好，不需要安慰啊。什么不需要安慰？那是我用钱换来的，所以这一餐我损失惨重。你要帮我补一补。这也是公司，现在是上班时间。我们相处时间已经很少了，都不珍惜。我哪有不珍惜？我也很期待啊。反正现实就要搬回家，到时候就只剩下我们两个。所以你想要小叶赶快搬走啊？你不要乱说，我只是陈述事实。那小叶搬走之后，你想对我做什么？我没有想要对你做什么。那我想对你做什么？你愿意吗？焦立成，你也太直白了吧！我孝顺你的身体，你对我有强烈的性吸引力。怎么样？不高兴吗？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你喜欢我只是为了我的身体？当然不是啊，我喜欢你，所以才对你的身体有兴趣嘛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开始喜欢上我就是对我的遐想，不是吗？这样说好像也没错呀。啊，我等等，误会了啦。我爱你，所以爱你的身体啊！你不要喊那么大声啊！那不然小叶搬走之后，我们可以先分房睡，身体接触可以晚一点，没关系。住口！哦，你不要那么凶嘛！我爱你，所以爱你的身体啊！信士，其实你东西不用全部拿走，留几件衣服在这，随时都可以回来啊。如果我随时回来打扰你们两人世界，那也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啊？就跟以前一样啊，我们三个人还是可以一起喝酒聊天，彻夜不睡。木人，你是真的接受历程吗？不是一时的冲动，或是被刺激冲昏头吧？怎么会这样说？因为你们变成情人之后，相处的模式就不可能像朋友那样了。我看得出来，历程是真的爱你。你怀疑我不是真心的？我不是那个意思啦。我只是想跟你说，变成情人之后啊，就会有很多情人之间才能有的行为发生。你的意思是上床吗？怕我排斥是吗？你之前和立成为了一和零的事情吵架，我跟你讲，
不管是情人或是夫妻，床是有很重要，我不想要你们再为了这件事情闹脾气或是有任何疙瘩。所以啊，找时间你好好跟丽晨沟通一下。